9月27日，有网友爆料，沈腾与妻子王姬已离婚，男方已经有了新欢，沈腾打算娶小三为妻，迅速引起网友热议。网友透露，沈腾没爆红之前，王姬一直都对他不离不弃。沈腾因为电影《夏洛特烦恼》一举成名，他和老婆王姬的关系就变得疏远，感情已经明显不如从前。还提到沈腾和玛丽的关系太好，导致王姬嫉妒。王姬曾在社交平台透露，男女之间没有纯洁的友谊，多次内涵过玛丽和沈腾。此外，该网友透露沈腾有了新欢，至于这位女生到底是谁，也没提到对方的名字，甚至连证据都没有。看到这段爆料后，网友都在质疑事情的真假，还有人提醒造谣是要负法律责任的，这些话可不能乱说。自从沈腾走红后，他便很少在公众面前提到妻子，以至于很多人都不知道他结婚了，甚至以为沈腾和玛丽是一对。紧接着有网友爆料，沈腾与王姬的感情很稳定，女方已经怀上了二胎，很快就要生了，两人根本没有离婚。目前沈腾暂未回应传闻，具体真相有待考究。对此你怎么看呢？